曲子，再来一个多一点的掌声听一下有没有？啊，今天呢也是 Jenny 第一次来到我们夜上海美食房，哇，见到现场好像都有1000人的掌声，可是只有10个人的掌声，啊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可能是跟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关系哈，第一次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呢，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尽量的点上来，只要 Jenny 我会唱，肯定不让大家失望哈。我们前面的大哥们，我们的美女啊，想要听什么歌曲尽量的点上来，只要我有音乐会唱，肯定不让你们失望哈。